Hello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郝石，咱们继续往下面进行古墓丽影暗影。又感觉这么大的声音呢？为什么劳拉的角色不能越做越性感了呢？因为大家害怕说物化女性嘛。但其实我觉得，因为男女毕竟是有性别之差的，所以说。大家总是在说物化女性、物化女性这个问题，我反而觉得那女人也会在物化男性啊。凭什么结婚的时候要求男方有房有车呀、啊？或者是看看那个偶像剧要看帅哥来演啊，对不对？这些不都也都是物化吗？唉，所以说嘛，大家都会是有性别差异的。找个美女，哎。性感一点的来，让主要是游戏主要是男性玩嘛，所以说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因为大趋势所在吧，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劳拉的形象就不能太过于性感，但是你看几年以前还不是这样，那《古墓丽影》系列作品不就是一个性感的美女丽影？丽影。就是在古墓里边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嘛，哟，给它割下来。我要拿它的喷子了吗？我去，果然是。我都没有看到喷子，我只是看到喷子的子弹了。这些肯定就是失踪的圣三一士兵。来，到大本营。哎呀，我去，我又按错，真的好讨厌。喷子。因为咱们还可以换掉这把枪，所以说，我看一看啊，升一个伤害吧。咱材料太多，一个待会儿也拿不住，主要是。来吧，再加一下伤害，一枪轰掉一个敌人。技能的话，我现在有几个技能点儿？三个技能点儿，哎，那肯定买这个了。吼猴军团，OK，好，站起来继续前进。啊，它叫霰弹枪啊，虽然它是这样叫，但是大家老是叫错。尤其是我老是叫，那它其实也是散弹嘛，喷出去的子弹是散的。哟，呦呦呦，野人啊！我好像是从这儿可以爬出去是吧？走不动，走不动，走不动。让我想起来了，另外一个电影叫什么？黑暗？死了，应该还会再来啊。上面还有。
又来了，又来了一堆。又来了吗？我去，这射箭呢。我去，这都不死。啊，都等一下，我跟他们。一下血，还有吗？哇！拿东西，怎么切换镜头呢？哦，这样啊。看，还有一些尸体没有拿，谁在射我？看看啊，有啥没拿的看看。分子子弹不多了，这个子弹还倒挺多。弓是咱们的主要武器，但是我反倒很少拿弓。包太满了，已经装不下东西了。可以制作这个防御的这个东西。他们从顶上过，咱们从底下过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。有时候是咱们从顶上，他们从底下，就是一个解谜的场景感觉。应该还能转。如果水能通过这里，那我也能。哼，水多细呀、啊！你怎么为水能通过的地方你就能通过？开什么玩笑？一串念珠。来一剑，
这道齿轮。瓦砾挡住了这个齿轮，我该，这我下去能破开吗？能。好了。松手，松手！走！哎呦，这是啥东西？我觉得我们还是快点吧，要憋死。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拧一下自己的头发。哎呦，这儿有一个陷阱，想陷我？又来了。又要来吗？我去，下面全是这种能坑死人的东西啊！上还是往下？看看这都是什么？门后面是什么？哇！水底下有东西，满了。不是你，我去，我这枪法实在是太好了。最终目的是让我。果然不适合玩射击游戏了，我发现了。盒子一定在这里。感觉有敌人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解谜场景。一直是蹲伏的姿态，可见这儿应该是会有敌人的。
马上就要找着盒子了。然后盒子这个游戏是不是都进展了得一大半吧，我觉得，然后又被圣三一抢走，然后咱们再去找圣三一把他给追回来。向来这种游戏的逻辑啊，我往里头进去看看。待在那儿我眼睛都变近视了那种感觉。吓我一跳，大爷，都满了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，我先把这个给拉破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喷子弹药，水流转动轮子。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打不了上面那个绳，不是的，就不是上面那个东西被挡着了。哎呦，不是往这儿跳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这个解谜场景有意思哈，看不懂。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水流转动轮子，水流怎么转动轮子？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完全看不懂啊。这边来看看有什么能破坏掉的东西有没有？的话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往下一步去进行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这边这扇门破坏不了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水流转动轮子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水流转动轮子。没点提示吧？难了，这儿有一个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哦，这个是用剑焚烧就行，应该是吧？
不是，不是用燃烧剑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这个地方是绑在哪儿呢？不会平白无故设计出来一个这个吧？难道有拉一下？哦，果然只是拉一下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这儿爬上去吗？不像是啊。扭过来，扭到这边，然后我们爬上去是吧？从这儿爬上去。I see。好了。跑什么了？千里长征的第一步。捕鱼。哼哼，这儿有一个水流，刚才出现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刚才出现了一个什么？哦，滑下去了。交到这个轮子上，哎，上面有人啊，看见了，一扇门。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稍等一下，我要用时间。好，标记。标记，直接死。我都还不死，
掉水里了。反杀！还有人吗？战斗也不是说那种很激烈的那种战斗，没有以前的那么打的那么爽，感觉不畅快。但是以前的战斗也不简单哦，以前的战斗你也没多大地儿让你跑来跑去的，这样你最起码跑水里，敌人还打不了你了。我已经拿不下那个了。好，快走，快走。游到这边。小罐子，我们先上来，这个现在就可以拉开了。火箭还操作不了吗？啊，火箭是怎么制作的？哦，这样制作，多制作几个，免得我布都拿不住了，最多只能制作四个。这边没什么东西了。这边是让这个轮子转起来吗？他还嗯了一声。来了。还有，听着有声音啊！我看看这个轮子是怎么转啊？喷子满了，喷子总共才18颗子弹，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得让水流转动轮子才行。
这片区域后面给这么大干什么？好像就在这儿就能完成啊。还给个这个。怪物们，要不要来？来了！我去你大爷的！有吗？这是全军出动。全军出动，我就全军清干净你，以后别让我再看见就行了。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没了吧？还能听见声音呢。得让水流转动。我去捡喷子弹药啊！又是满了。不管了，色解谜吧。到底怎么转？OK， 门开了。顶上还有敌人。啊，我们直接就这样走进去了。啊！这些人不敢进来啊！我去，性感美女终于出现，如果这算是美女的话，出现了一个比较性感但是不美的女人。他们没进来。他们也害怕进来啊。这里头肯定有啥神秘力量啊。这些图案很像那些生物，但是姿态优美多了。亚希尔，这就是守护女神。依稀切尔的银盒子在天堂锻造，后来又被带到了人间。这些生物制造了盒子，伪神及其狂热信徒皆不得通过。我去，人家的那文字看起来好复杂呀，想画一个出来。你看他那种图形，那个图案其实就是文字。直到太阳重生。这里一定就是在这里。然后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拿到东西之后，圣三一就该来了，每次都是这样。
神秘海域也向来喜欢这样的套路，还有苍鹭，就像乌努拉图手臂上的纹身。但盒子在哪里？没有盒子。还是这群家伙，哎，他们冲进来了呀，跑路姿势好丑。哎，他们不是不敢进来吗？哇哇哦！哦！哇，他们好多人，好多人，我手臂中了一箭。好多人，好多人！走！这我走到哪儿啊？哪儿是个头啊？滑滑梯！哦，我进到水里了。这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以为我们历尽千辛万苦该得到那个盒子，完了之后圣三一过来抢，这次不是啊，剧情没那么俗套了，那盒子直接没了，可能是换地儿了。之城，我又回到隐秘之城了。我终于逃出来了。但是你终于也没拿到盒子呀。包太满了，已经装不下东西了。这种东西制作防御的，我就这个草药，我到现在我也没有啊。缺乏装备。这里是哪里？哎呦，利用这些我就能爬出这里。又给了新的装备啊，脚蹬。哼，特别神奇的就是，我们平常走的时候可能没这个东西啊，脚上没这个东西，但是一旦我们上到那个墙上，就突然会出现啊，这个脚上的东西，这会儿是存在的哈。姿势肯定特别累啊，他是这样的。晕，我去，
哎，难道不是往上蹦吗？上面蹦吗？是啊。我去，真的好难爬。哎，这个场景怎么把它给拉折呢？这不能拉，这不是。你看，脚上没了。走啊！哎呀，这个角度不好操作。横着爬，横躺在那儿那种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不行了，已经背不下更多东西了。药品还是可以拿的，因为刚才吃了不少药。我去，这次攀爬的难度感觉比以前还要高很多。我必须得跳过去，没有别的路。又是往水里跳。还上下两层，还有，咦，这是什么啊？潜下去。哇，又是这种鱼，但是我得先找地儿，先让我喘口气儿啊。好，那儿能喘气儿的啊。又是很细的一条缝。
啊，我出来。呀，我又做了个弓箭。把这枪啥都收起来了，因为来到城镇里头不适合开枪。那这期节目呢，能量密度还算是较前几期稍微高一点，所以说这期咱们就先做到这里。感谢同学们的收看，我是郝石，咱们下期节目再往下面进行吧，拜拜。